边在防守，对方球停大了，还有机会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2-1，内托，内托帮助湖南队把比分反超了。这个呀，场上出现了是让谢菲联球迷感到痛心的一幕啊！这又是在防守当中，整个的防守线散了架。对方其实第一时间拿球的队员呢，球并没有停好，停大了，但是解围不干净，反被对方内托把球断下来，拉开空档就打门。这个时候显示出内托的内功了，这是他个人本赛季打进的第13个球，比分现在变为了。